白恩光学有限公司成立于1985年，由最初的400名员工，经过了30年的发展，现时员工人数已经多达10万人，是全球第一的手机、手表及电脑生产商及供应商。在杨建文先生的领导下，白恩团队不断在技术上创新和改革，掌握了防静电、防反光膜、防污等高端技术，并且赢得国际认可。评审委员会咧问嘅嘢都几刁钻啊！佢对于科技啊、创新方面都好有好奇同埋好有兴趣，所以问题都几多啊！以我哋公司嘅发展啊，同埋创新啊，都答得俾佢哋，佢哋都好满意。Femi 搞呢啲活动咧系好有意义咯，因为咧佢可以介绍到俾大家啊香港嘅工业。同埋有個創新嘅科技係香港做嘅，我好多謝 Femi 俾個機會我啊，能夠啊攞到呢個獎，同埋咧多謝我哋嘅團隊，我哋白恩團隊啊，對佢努力嘅成果肯定咗啊，非常之開心。咁樣如果政府咧能夠咧牽頭咧，我哋咧有政府嘅支持，同埋咧啊一個好大嘅方向，俾我哋工業界咧喺呢個方向走咧。我哋未來咧，我覺得咧，香港工業係比以前咁多年咧會更好，因為以前咁多年佢都係着重喺房地產啊，同埋依個金融業方面啊、旅遊業，但係咧忽略咗工業。如果有咗咁嘅基金同埋政府嘅支持咧，我睇未來工業咧係好一片光明嘅。